3月28日， 中州博物馆发生重大文物盗窃案。 5月12日， 长安博物馆文物陈列室珍贵文物3件被盗。 7月9日， 春城文物管理所被罪犯盗取文物5件。 根据罪犯作案手段和现场留下的痕迹推断，几起案件似同一罪犯流窜所作。 见鬼了！别着急，大队长，你慢慢数吧。这次损失太大了，被盗窃的文物就有7件，仅一只普通的宣德炉，在香港国际文物市场上，标价就是10万美元呢。哦，其中最珍贵的是一面海马葡萄镜，还有我国原始社会的5颗绿松鼠耳坠和玉石皮黄。哦，这可是无价之宝。 有指纹吗？没有。
请老所长带你到昨天之夜的谈一谈。好，走吧。大队长，嗯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带回去，嗯，走。赵海，上去看看。好，拿着。哎。大队长，上面有新的擦痕，好像是有人攀附过。大队长，通过检查，罪犯只留下一前一后两双脚印。哼，人不做，学狗。翻制下来。是。去问，通知全区，对大小道路、所有的车站、码头要全面监视。对出境的人员，要严加注意，口子一定要扎紧。技师员，到。你把这粒土拿去化验一下。是。赵海，嗯，你到鲤鱼坝上河村去一下，顺便带块土回来。好。大队长啊，半小时前沈天给你来电话，我在地委尤书记那儿已经接到了。嗯，这么快就回来了啊？有眉目吗？城区的旅社没查出什么线索，扩大区域，郊区正在查。好，嗯，对了，你叫技术员到这儿来一下。好的。联系一下，我要亲自见他一面。啊，吴二哥，嗯，啊，有客啊？啊，我去了。好，好，哎，晚上到我家喝酒啊。啊，好。哎，小薇啊，哎，好好买的烟呢。这儿呢，给，啊，还有找给你的钱。哎。下班了，庞师傅，我得睡觉去了。今儿早上起早了，碰到鬼了。鬼啊？什么鬼？你才是鬼，大胖鬼。真的，早上我从楼下过，看见一个影子顺着水管爬到楼上客房里去了。真的啊？哪层楼啊？三楼，好像是四楼。等我细看，和影子又不见了。哎呦，你怕真遇到鬼了？是哪个窗户？你还记得吗？哎。我记不清了。现场翻制下来一前一后两双鞋印，前一双是罪犯盗窃文管所职工王军的三号解放鞋，罪犯用这双鞋套在手上爬行进入室内，后一双鞋是罪犯的真实脚印，这是一双皮鞋印。经地区百货公司证实，这是他们今年经销的雅安皮鞋厂生产的猪皮懒式皮鞋。喏，就是这样的，37码。关于那地图呢？大队长，嗯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这是你要的土，你接着说。哦，这一粒土是罪犯带进犯罪现场的土质特殊。哎，我看看。技术员，
是不是李玉坝上村一带的？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啊、哦，是大队长说的，他叫我啊，重点摸一下那里的情况。哦，大队长，你真神了。不是我神，我下放带李玉坝挖过地球，我只是估计。哦，哎，技术员，你可拿出证据啊？哦，刚才收到农科所关于土地的化验报告，证实了这一估计的准确性。哦，看来这是唯一可供我们侦查的线索了。嗯，这几个月几个兄弟省发生了几起大案，根据捕获的罪犯在审讯中供认，这几起大案都和一个极其狡猾的盗窃贩卖文物的犯罪集团有关。罪犯还供认，他们要在我们嘉善地区搞一次大买卖，如果得手的话，中秋节前将在我们这儿聚集。中秋还有七天。对，半小时前省厅来电话，传达了公安部的指示，希望我们七天破案，否则不仅文物流失，罪犯流窜到全国，后果就严重了。所以我们要尽快地根据这粒土找到这双鞋和这双鞋的主人。你们说的这种土的的确只有我们上个村才有。阮大爷，那鞋呢？鞋啊，嗯，这样的。爷爷有一双。还在吗？在，做挂面的王老姚也有一双。哦，他家住在哪儿？下河村。哦，谢谢。死鬼，有人敲门了、啊、快点快点。哎呀，穿衣服，快点。走后门。敲敲敲，你家死人了。你要钱没有？要命有一条。钱不要，命也不要，我要人。你要干什么？帮助你关后门。哼。嗯，你是谁？你男人的朋友。我男人？哼，他关在牢里。算他有缘，我们同吃了三年的牢饭，老子先他一步出来。你究竟干嘛？嗯，我想借房子躲躲雨。你听话，嗯，你要是不听话，嗯，哼，啊，谢谢。徐云他们来电话了，大队长。嗯。
你坐。王老妖找到了。哦。王老妖说，他的那双懒式皮鞋，三天前在房上剪瓦，鞋脱了放在梯子边，被人顺手牵羊偷走了。谁偷的查出来没有？中和村的小三娃。通知他们马上找到小三娃。他们已经赶去了。哦。好。小三娃住那儿。哦。哎，小朋友过来，这屋里的主人呢？在那边，竹林里。来，你们来看看这个。哎，怎么样？你看，抱点，抱点，哦，赶紧抱点了。这什么牌？嗯，我看看。哎，可以吧？这妈的！哎，偷吃！简直是我给你摸的，太臭！都别动！啊啊！小三娃。啊。胖子，就俩人，吃他。嗯，嗯，你他妈的个！是，哎呀，嗨，啊啊啊啊！哎，这，这，我呀，呀，哎，哎，你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哎。哎呀，快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干什么的？派出所的，快收回这人！我管的就是你，你滚！哎，好像是公安同志抓逃犯，爷爷，我们去追。嗯，
小三娃，嗯，哼，那要说就痛快点，别吞吞吐吐的。不，那是，那是阴历的八月初八，就是前天，我赌输了。沈牛他逼我还钱，我就找吴二哥借钱来补窟窿。吴二哥说，有一个大买主要买凌云寺的货，只要我敢去取，别说是300，就是3000，人家也愿意给。我想捞一把，发个大财，就在凌云寺动手了。那文物呢？给吴二哥了。那个吴二哥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吴家贵儿。他是干什么的？吴二哥在城里的临江宾馆烧火打杂，以前他在家里种庄稼。那是是上个月找他老表介绍才进宾馆当临时工的，现在他在那儿拿现钱。吴家贵家住哪儿啊？他家住得很远，在清水坝六队，他们那儿不通车，又要过江，在宾馆里早上要烧火，就住店里，偶尔才回去的。小三娃，回去好好想一想，还有什么没交代的，要竹筒倒豆子，争取宽大。下去吧。走。大队长，车已经备好了。好，到宾馆去。走，走吧。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胖师傅，是我。范科长，有事啊？找吴家贵。回家去了，下午走的。他家里带信来说有急事啊。哦，对不起，打搅了。慢走，慢走。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出什么事了？沃尔克死了。哦，是的，看到的，太行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慢走，你看，让了，让了。通知法医。徐威，叫大家出去一下。好，请大家在外面去一下，请大家出去。你们可得给我报仇啊！吴二嫂，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。坐。刘队长，请你维持一下。好。哎，你怎么又进来了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吴二嫂，你别着急，慢慢的说。他平时在城里上班，嫌过河过水的麻烦，没有回来住。哪知道昨天晚上他摸回来说有个远方的朋友来找他，我们等到半夜那个人都没有来，我们刚刚关灯睡觉。什么事儿？来了，来来，屋里坐，等你半天了。来，弄几个菜。天上月儿圆，地上人团圆嘛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
怎么了？啊！天哪！你怎么了？后来是邻居帮忙，才……吴二嫂，那是个什么人呢？公安同志，那些人心毒得很呐。那个人什么样子？那是个年轻人，个子矮矮的，干瘦干瘦的，看样子24、25岁。哎呀，黑灯瞎火的，我也看不清楚。他们还说些什么没有？我在厨房给他们做吃的，只听到东一句西一句，就是我刚才说的8月15那些。队长，家里已经出发了。好。吴二嫂，小三娃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三娃好像前天早上来的，我都起来烧火做饭了。他拿什么东西来了？好像是个麻袋。麻袋在什么地方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好吧。吴二嫂，隐瞒可是没有好处啊。大队长，我们到了。哦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情况。走。队长，你来一下。好。你看，我来。大队长，这变个魔术你看看。变魔术？好，你们先回去清理一下，我叫文管所他们来认领。嗯，好的，走。是的。老所长，您看这件呢？好。是的。所长，您再看这个。是的，也是的。没想到这么快你们就追回来了，太感谢了。陆大队长，还有两件文物呢。什么？还有两件？啊。我们取回来就这些啊。还有原始社会的绿松石耳坠和玉石皮黄，那是两件最珍贵的文物。起来，小三娃，好啊，你还敢给我留一手？我不敢。你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该说的我都说了。东西在吴家贵那儿，不信你们去问问他去，真的。小三娃，你看看这个。就是这些吗？就这些。哼，还有绿松石耳坠和玉石皮黄呢。审判官，我确实只偷了这些铜碗铜罐罐的，没见过什么别的。
小三娃，我问你，作案的时候你是独来独往还是和人同伙啊？我从来就是一个人朝山，一个人发财。哼，那天晚上还有一个人啊。哎呀，首长，我没说老实话，我该死，我有罪，我该死，首长，我有罪，我有罪。小三娃，你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混一辈子？嗯，老实交代，检举揭发，争取宽大处理吗？不不，首长，我不要宽大，我要说出来，你们不要放我出去，我宁愿上双层锁，关铁牢，关一辈子，千万千万不要放我出去。为什么？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我要说出来他知道了 我就没命了。他是谁？草上飞。草上飞呀，你上草上飞干什么？啊？个人有个人的账吗？首长，这事儿不说草上飞，我这一辈子也说不清楚啊。那你就说清楚嘛，啊？是首长，请赏根烟抽。快说，我说，那天晚上我得手之后，急急忙忙往回赶，州有同县，见面分一半，分一半。你心还不小。好，走来。
说，给不给？说，我到底给不给？嗯，刚才给你望了半天风，分两样不算多吧？我今天算遇见瘟神了，我给，我给。拿出来吧。不，我要你身上那两样，绿松十二坠和玉石皮黄。好说好商量，你不敢，小心你飞大爷不客气。草上飞，我给，我给。首长，那两样东西就是他抢去的。吴二哥说，是个大买主订的货，8月15来取。我是受压迫的，这回算是竹筒倒豆子了。曹尚飞长得什么样子？比我高不了多少，干瘦干瘦的。小三马，回去再好好想想。下去吧。首长，不要说是我说的，那家伙心狠手辣，要替我保密啊！带下去。大队长，根据小三娃的口供来看，东西是在草上飞手里。杀死吴家贵的也是草上飞。根据公安部8204号通报上提到过一个罐头，他曾经在北京、郑州、洛阳、西安还有昆明到处流窜作案，极其狡猾。哎，会不会就是这个草上飞呢？嗯，我看很有可能。根据通报介绍看，此人身高1米60，体重48公斤，自恃有一身武功，能所谓飞檐走壁。我看小三娃和吴二嫂谈的是一个人，也就是通报上谈的这个人。我同意你们的意见，我认为罪犯还在我们地区滞留。对，8月15他们得接头交货。对成交的旅店和一些外来人员都要严加注意。大队长，老雷来电话说阮大爷在队上等你，请你回去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是。大队长，临江宾馆反映的情况查清楚，福也罢祸也罢，查清楚了好说话。哎，对了，回去后你们三个到宾馆去。老潘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早上我从楼下过来，看见一个黑影。反正啊，不是4楼就是3楼，我记得就是那个方向。走吧。好。小戴，你把情况给他们介绍一下。啊，你好。315和415的客人都是前天住进来的。315是云南来的两个大学生。415一个人是重庆来的。那就从上往下看吧。好，走吧。
服务员同志，客人到哪儿去了？刚才还在。刚才还在？是的，没看见他走。躲开！赵海，同志，看见一个香港小姐过去了吗？往大门去了。好，谢谢。我就是啊。啊？肯定是北山方向吗？肯定。啊，肯定是北山方向。嗯，王所长，你多派几个人去吧。好，再见。在下面发牛脾气呢。发牛脾气了！你们躲开吧！你给我，大海，走吧，穿上吧。来，给我。今天唱的这出《走麦城》，是我疏忽了，该打我的屁股。不，大队长，
是我一时麻痹，才让这家伙从我眼皮底下溜走了。这家伙太狡猾了。这家伙有一套逃避打击的鬼点子，还会点武功，不同一般呢。大队长，这是头发的化验报告。啊。宾馆的头发和盗窃现场的头发是一个人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昼夜值班。小林，通知西北一带的长城公社，要特别加强对外来人员的检查，严密把口，不能疏忽。发现草蛇飞的行踪，马上报告。是。阮大爷和霞妹谈的那个人值得注意，我看很可能是到家神来聚集的客人。你们找到他，跟着他，发现其他的客人。对那个两吨半，要派站岗的；那个大个子，要派警卫员。嗯，特征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脸上有黑痣。两吨半，霞妹，你要的鱼。这鱼可真新鲜呢，给你钱，拿着。今天打扮这么漂亮，表哥又来了，啊，走了，在城里做小生意，拿走了。扇鸡鸭有鸡来了扇，扇鸡鸭有鸡来了扇，扇鸡鸭有鸡来了扇。大嫂。有鸡来了扇，去去去，我们家只有母的，呸，没公的。大嫂，给碗水喝。喝水，家里有啊。扇鸡呀。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叫吴老二带话让我找你吗？你是老飞？你神出鬼没的，把人魂都吓掉了。草包，过来，走。你他妈的真不仗义，吃到我们头上来了。那天晚上我去了，我有份儿。这可是白大哥亲自做的买卖啊，我可是认钱不认人。好吧，你说吧。现钱。现货。时间。8月15日当空。地点。引江茶馆。黑大汉，丑话先说，你要给我玩花招，我叫你不得好死。啊，抱你的膀乖乖去吧。黑哥，吃吧。狗味儿。你不是走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舍不得你这身肉啊！去你的！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胖妹儿，你还真有孝心，还给我买鱼吃。这是霞妹送来的。霞妹，治保主任的千金呢？人家知道你这个表哥才送来的。你说什么呀？你不是我的表哥吗？你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，你个骚婆娘，我真恨不得宰了你。
来碗茶。来了。大队长，早上我在对面山上采药，突然看见这里冒出一股白烟，我以为是山火发了，马上赶来，才知道昨晚上采灭的火又燃起来了。谢谢你啊，老大爷。不谢不谢。许文，你和老大在外面看一看。好，走。啊。放大镜。这儿。喂，我就是啊，啊，你别着急，慢慢的说，啊，在丁字镇已经住下了，好，不要惊动他，严密监视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啊，你们都过来。我来说一下，这个罪犯牵涉到全国几起大案，我们尽量不要开枪，要抓活的。走。是。好。没惊动他吗？没有。好，走。小兄，还在吗？在。嗯，走。他住哪儿呢？那儿。三太，跟我来。好，来，你们到这儿。好，走。轻点。嗯。走。上马了，快！外边，快！找梯子上房。好。Thank you.
去看看。队长，老实点，下来，让开啊，让开！队长，快追，快追！大队长，上你的镖，我认识。你认识？你看，他是我老师的穿甲之宝。你老师？就是当年教我武术的那位老师。哦。著名的拳师马啸天，他原来是一对儿，一把柄上镶的是红山茶，一把柄上镶着白山茶，人称他是鸳鸯镖，他是我老师的爷爷，当年当镖师的时候，武林中的朋友送给他的。我在老师那里经常见这个镖。那怎么会落到曹尚飞手里的呢？在我和罪犯交手的时候，我觉着他的拳路和我一样。嗯，哎，队长，我建议今天晚上派人连夜赶到成都，把情况闹个明白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吧，你们俩一块儿去。赶今天晚上这班直快，快去快回。老师，马老师，是赵海呀、哎，你好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这位是哦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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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局里的徐文同志。哦，徐同志，你好，徐同志，来，屋里坐，屋里坐啊。好，师母你好，哟，是赵海呀。哎，师母，这是小徐。哦，徐同志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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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坐，你们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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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啊。哎，小赵啊，都七八年没见了。哎，人家是公安，忙嘛啊。来，喝水，小徐。来，喝水，喝水。哎，老婆子，你去准备点好吃的。哎，你们坐啊。哎，赵海啊，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啊？我们是来办一件案子啊。这些年你身边有没有丢失过什么心爱的东西？怎么，你见到我的鸳鸯镖了？老师，你看，红山茶哪儿找到的？一个罪犯身上。罪犯？哎，老师，来。马老师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个罪犯叫曹尚飞。是他，是他，一定
是这个借力忘义的东西。马老师，您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你们说的这个曹尚飞，真名叫何刚，原在园林局做临时工。因为我经常在公园练拳、上课，他三番五次求我教他几手拳脚，锻炼身体。我见他年轻热情，为人老实，不嗜烟酒，习武很用功，便渐渐信任了他。除了拳棍，还教了他轻功和孩子进攻。一年多以前，他突然不辞而别，过了很久才托人带话给我说，他在外地找到了正式工作。哪知道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，这个歹徒，赵海，徐同志，为了弥补我的过失，我和你们一起去加山，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对，幺洞幺，幺洞幺，大号鞋进城了，大号鞋进城了，现在三号地区，现在三号地区，严密监视，注意落脚点，赵海在一号地区，徐文在四号地区。老师，老师，大队长不是给你约法三章，不让你在这些地方露面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好好，我去喝茶，坐在那儿不动，快去吧。好。是空白点，叫赵海过去。赵海，赵海，立即赶到老码头，立即赶到老码头。赵海明白。哎，来两碗茶。来了。嗯，怎么？哎，坐。哎，沏茶。惊走了正在街头的罪犯，赵海在什么地方？河边地区。什么方向？徐文，徐文，飞到逃跑方向河边地区，立即追捕。老雷，把黑大汉带回来，立即审讯。这个提包是曹尚飞的。文物呢？文，我，首长，我确实不知道啊，是白哥叫我去的。你不是白哥？我不是白哥，我叫黄月明，住在临江市临江街118号。白哥是我们舵爷，哎，刚才还在茶馆里啊。这种大买卖，都是他亲自出头。现在人呢？刚才正要和曹尚飞接头，一出事我就不知道了。接着说，曹尚飞不是我们一伙的，这家伙形影无踪，独往独来，到处吃钱。这回的买卖
本来是我和吴家贵讲好的，结果他插了一腿。首长，我没说假话。大队长，没有。全线各点注意，全线各点注意，文武不见，非盗在逃，必须活捉，绝不能漏网。这一次吧，饶你可以，把文物交出来，跟我投案。师父，那你就别怪弟子无礼了。哼，把你那两下子使出来吧。呀呀呀！哈嘿！你还有什么？哼，你老了。你还有什么招？师父，饶了我吧。
文物交出来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老师，你，赵海，快抓住那个畜生！赵海，小徐，啊，快把老师送过去，好，快点！马老师，哎呀，不要紧吧？站住！队长，文物找到了没有？他去走了。赵海有消息吗？没有。好，你留下来。Thank you.
白鸽。